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。陈奕迅深情献唱《一百度人》，带来温暖与勇气。他在片中演失意歌手，跟两大男神联手飙戏，意外成为戏中亮点。我们的百度可是无所不能啊，活埋啦，自焚啦，空手接白刃，人肉千斤顶。梁朝伟跟金城武暌违22年再合作，让人笑中带泪。觉得在沉默的世界里，他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，只有你不敢想，没有他做不到。因为一场意外，梁朝伟成为摆渡人，帮助一些失意的人缩短悲伤时间，幸福送到彼岸。金城武不计形象，想尽办法让失意的爱人想起过去。这一部戏其实会觉得是被骗来了，本来会觉得它是个文艺片嘛，后来变成喜剧，那也好啊。两大男神魅力无法挡，电影在大陆上映4天，票房突破13亿台币，拿下圣诞档期票房冠军。但是电影口碑两极，有毒舌影评狠批，首度执导的张嘉佳糟蹋两男神，表演太浮夸。但是监制王家卫霸气回应，我喜欢，连周星驰都挥毫，我也喜欢来声援。故事摆渡了谁，还得粉丝细细品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9点，让爱飞扬。